看看你是什么样的想法，在全裸状况下邀歌？我真的蛮另类的，全裸邀歌比较另类，很另类。但是我当时真的没有说哦，趁你那个趁你没穿衣服，然后那个，然后当时就是很放松，是。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冬天嘛，对啊，然后就觉得啊好舒服，那个状况还蛮适合的。对，因为泡温泉的时候就是。大家都很舒服，然后没有防备，什么都能聊这样子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攻其不备，对，攻其不备，对，没有准备。那时候在想名单的时候，还有其他人吗？我是备胎吗？没有没有，你是正台。我正台吗？那备胎是谁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跟我爸这次还吵得蛮凶的啊，吵什么？音乐上，音乐上，音乐上，就意见不合。对。可是你们吵完还可以就是正常的互动吗？还是就是公归公？他那天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不要因为工作影响家庭。啊，夫妻的对话。對他说，我想说，因为他那天跟我说，他有一次突然半夜传讯息跟我说那个，他说我们就合作到这次吧。然后，而且我是用那个 3D touch 把它点开，他不知道我已读，然后后来他全部把它收回，但是我看到了，太重，对，但是我看到了。那你有说爸我看到了吗？没有，我装没看到。他现在可能龙泉爸爸看到了，对，我看到了。不是，那你们是吵多凶？是因为就是他坚持他要的，你坚持你要的，他就觉得我可以再做得更好，但我觉得我已经。尽力了，对，我已经做到最好了。他骂最难听的一句是什么？其实没有，我们不是会哦，不是那种，那就好，对对对。你前阵子那个绯闻出来的时候，爸爸说，其实就是，我就跟他说，就是个误会，然后可能是就是沟通的时候都在情绪上，然后就有一些传达出来的意思不太对。认知上的落差，所以就是有口头说要分开了。对，后来就我们就都还是，我们后来变成就比较那种默默关心。我说跟我前女友，然后他这次也有恭喜我发片这样。看到这，他发的那个物品，我当下就说，我们是不是有，就是对我们是不是弄错什么东西？然后后来就沟通之后，发现啊，其实不是这样子，对。但是就是他跟我道歉吗？应该有吧。我带给你爸看。我交女友不一定哎，嗯，我觉得他没有很想看。我现在没有感情啊。所以就影响到啊。没想到，不是不是，这个没有关系。哦，对，就是说没有交女朋友。对啊，你是单身吗？要确定哦。对啊对啊，不是被拍到牵手，啊啊、那不是女友吗？其实，就是，就是大家其实我们，因为我们私底下有一个群组，包括女生，然后包括伟静，然后其实大家都是感情很好，然后就是都会互相。互相牵手，互相帮助，然后互相支持彼此的。你在挑选他的时候，他有需要什么帮助吗？你让他跌倒。我其实不太记得当时，因为那好像是我们某一次吃完饭，对，然后距离当时也可能有大半年了。那就是都是一定是以事业为主，不会想要去谈感情的事。我谈恋爱会跟你们说。要怎么跟你们说？说现在就没有，我现在真的都是以工作为主，而且单身，嗯，单身体。